但是无限没拼过，家伙好能摸无限啊！春哥抓了2张无限。可怜的盖子也是一血，那怎么玩？还好场上有个闪电可以转一下，不然就完全没有搞头了。好，这块的话，朱志是想要让邓艾囤个田，没想到可能规则又变啦。反正现在又囤不了田了，就是包括这种什么刘峰拿邓艾的装备啊，或者是手牌啊，能不能囤田？说白了，我到现在还脑子里面是空的。一阵子是可以的，一阵子是不可以的。那现在这阵子到底可不可以，就要看安乱的心情了。反正有一阵子是可以，有一阵子又不行。现在行不行不知道，要实践了才知道。那这块的话，我的这个闪电没有中。好，然后我收了一把长距离的刀啊。铁锁连环。我是去杀了一下五号位，没有去用属性去解这个铁锁。哎，没想到就是轰！哇，如愿以偿有吗？简直太机智好吗？啊，这边求了一个桃，两个桃，爽歪歪！一个闪电九滴血，然后反贼一下求了两个桃，原本就是反贼必赢的局啊。基本上80%可以赢的，但是因为一个闪电，有一点怎么说呢，伤了根本。那这块的话，我是防着春哥4-5张杀，冷血皇后都刷出来了，丧心病狂。黄盖看上家有减一，可能活不久矣呀，所以无懈就赶紧用掉了。啊，这块看，他是觉得，哎，什么情况？乌托谷的藤甲这么嚣张的吗？那赶紧把它拆了。哎，他把我藤甲拆了，不然我这滴血都不用掉。忧伤。好啦，由于这个反贼藤这个闪电伤了根本了，所以春哥求桃没有人救了。顺手清扬，冰了一下下家。好，这边讨厌的朱枝啊来吓我方天了，他可能是下了方天过了牌，过到一张杀吧。你说你画你下黄盖的这个加一码多好，下了加一码邓艾都能杀到黄盖是不是？哎，多遗憾呢。由于朱枝他没有去下黄盖的加一，所以当时我没有选择先把 AK 顺过来，然后再去 A 这张南蛮。因为我想说，我这个南蛮肯定收不了朱枝，对吧？他有个藤甲，那么顺手过拆，到时候还要再看，所以我就先考虑先放南蛮入侵，然后到时候再看看情况。好，牌局打成这样，然后火攻。我怕董宝宝有桃子救这个黄盖啊，没有铁锁，有铁锁的话，把朱枝捆在一块，我就直接主内了。啊，这块的话，我是选择先收反贼，然后拿牌看情况。然后果然如我所料，又来了张南蛮入侵。但是黄盖因为刚刚我火攻他的时候是黑桃3的9，那他出了是黑桃9的9，所以他死不掉。但是没有关系，牌局进行到这边的话就已经是废喵局啦，这后面都是已经是垃圾时间了。啊，这块九杀是这样子的，如果黄盖手里是9，那么我九杀他要求2个桃，如果他手里是闪，那么我九杀他闪了，然后再追杀，反正怎么样黄盖都要求桃。我现在回看录像，我发现我自己打的也是有点喜感啊，可能是对这个闪电天生的抵触啊。我15血的乌突谷大可以挂个闪电了、啊。
但是当时竟然无视这个闪电。好了，然后没距离我去选择挂了个闪电，其实一早就可以挂的。不过呢，如果大家是以这种状态进入单挑的话，我觉得闭着眼睛都能赢。只是早赢晚赢，什么是就是第几回合赢，对吧？但是大家看到了吗，宝宝们，蝈蝈又是很不出意外的中了个闪电。好吧，这个闪电挂了也是把我自己给劈了，这就是说多了都是泪呀，闪电体质没有办法。所以我天生看到这个闪电就有一种无视它，然后反正就不想看到它的这种感觉。好了呢，这把录像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欢迎吐槽。好与坏反正都要分享嘛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大家拜拜。